这也太大力了吧！哎呀，没劲，到你了哈。好，你用这个看。好的，好的。哦，这么准啊！这个就叫专业。哇！啊，这么神奇吗？ 啊！我原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。我的天哪！这年轻人，优雅永不过时。这么厉害吗？那可不。啊！你不是说你不会打吗？只会一点点，就一点点。啊！ 今天不练球，明天单跑步啊！哇，这杆可是好宝贝，你是我的了。哎，你好，这是我的球杆，不好意思啊。哦，我看这个球杆手感挺好的，可以借我打一下吗？可以啊，那你拿去用吧。谢谢。嗯，你一个人用这么多球杆吗？我是这里的陪打。那你可以陪我打一会儿吗？可以。 这边请哈，明天坐一下。我们这边是1-10元一局，按局算的。哦，那我打个2块钱的吧。也行，我们是先收背后开打的。您扫一下。好，到账两元。注入效勇。好，收到了。那您先坐一下，我去摆球。好的。您好，球摆好了，2块的话是我先开。好，能满台。啊，有球进，那我继续了哈。啊，好的。 别瞧见盘子，我的良心不会痛。好犀利哦，哥哥！你这运气啊，运气，还挺可爱。这真是开眼界了，我的人都买打通了，他不会生气吧？运气，人家只觉得你好厉害。哎呀！ 我也好想使俩招，这球贴库不好打了，只能试试了。太精彩，够不到，算了，随便打吧。你好，2块服务结束了。啊，我还没有上桌打呢。哦，你要上桌打是吧？对呀。上桌的话，点个9块的。 9块你又能打，9块才能上桌。啊，对，好吧，先收费哈。到账9元。好，收到了，那您先坐一下，我去摆球。好，你好，球摆好了，9块的是你开。啊，我开。用这个杆。你开可以吗？我总是开不散。也行，那我开。你记得不要进球哦。适合我撒娇。哎呀，没劲，让你打了哈。啊。 用这一个球杆，服务不错嘛。帮您擦一下巧克粉，这钱没白花。擦的好仔细啊！9块的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服务啊。来保护好啊，保护好。保护好，他是来保护您的啊。好，来啊，您继续击打。有点意思。张胜。 哦，还有节目看啊！<笑>演技，您继续啊！哎呀，这样，不好意思啊，来，保护和服务俩不误啊！您继续，张胜，气氛走低都来了吗？您继续啊，手脚麻利才能留住客户。 您继续，张胜，笑死我，继承花呗吗？张胜，开心万岁！
你好，九块服务结束了哈。下班喝啤酒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九块服务挺好的。有没有二九啊？一到一千元，可以啊，太高了，一到二九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可以问一下，哎，你好，是陪打是可以打的吗？啊，您是需要陪打的，要不要试一下？啊，这一下，是可以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收费是一到十元吗？啊，对，一到十元一局哈，每个服务内容是不一样的，是吗？我觉得，最多两块吧，我们先，两块钱差不多。挺好的啦，要不我们先点个两块试一下吧，你大声点，就来个两块吧，两块呀、啊，行吧，我们是先收费后开打，结果你这届生意难做啊，到账两元，好，收到了，那你先坐一下啊，我摆球，好，你好，球摆好了啊，我是陪谁打呢？你打，你跟我打就行啊，行，两块的是我先开，哦，你先开，好，啊，对，好嘞。没进球啊，不管了。哎，你好，开球没进啊，我也继续了哈。可以。可以啊。想想该怎么说？这运气，小伙子蛮谦虚啊。这两块钱值了。我的力气不点当你。可以，两块钱花值了，看不到前面了啊！工伤 ，sorry， 两块钱陪我啊！继续打吧，好，那我放回这里了，放回去吧。不赔钱也得赔点别的，白球在哪里啊？什么情况？不好意思，见到我见了，看热闹不嫌事大。你再打一球，我就怀疑你是故意的。哎呀，今天运气用完了，我能继续打吗？还是你打？你打吧，继续打。莫名控制不了力度，看来要认真打了。可以。这球位置咋回事？哎呀，这被挡住了，运气真用完了。来嘛，这个球你要是打得进，待会跟我们去吃宵夜啊。我们两个陪你吃哦。对啊，两个陪我吃。那是，哇哦。可以，那我量一下哈。霸力出奇迹吧。可以。真男人从不回头看进球。走，想吃什么？安排，我先打完这局吧。他真是越看越可爱，这下遇到难题了。你这一球要是再进，我就再叫几个姐妹来。真的吗？包进。面对疾风吧！哦天哪，安排几个闺蜜？四个，那就六个了哈。正规传媒可以扩充。又挡住了，能加两个吧？那就看你发挥了。进了再加两个可以吧？好，再加两个，八个哈。来吧，加油啊，小灰灰！面对疾风吧！哎呀，自由球，真的呀！这你们赢了哈，你们赢了。这两块钱花的足足的，值哈，值，真值。要不要再点个别的？你们能上手玩的？我们能上手玩的，有什么可以推荐呢？九块。9块，很好玩，巨资啊，9块，谢谢，今晚参与你的，到账9元，算盘好像打错了，啊，收到了，那你们先坐一下，我摆球，啊，你好，球摆好了，然后9块的是你们开哈，你来开就好了，我开啊，开了还在打，啊，行吧，开了我还能打，肯定可以打。哎呀，没进。让你打了哈，居然还能轮到我打。你用这个球杆，帮您擦一下巧克粉，给小帅哥露一手好。您稍等一下哈，稍等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来保护您的安全的，哈哈。
怎么还有这种好事儿？不是，这九块钱服务可以、啊？可以吧？可以哈。好啊，那您继续。好嘞，看我发挥。哦，拿酱看，方便一下啊。来来来，这也是服务内容。嗯，好嘞，那您架好，您打就好了。你在搞么子？哦。来，架杆给我。好的啊，这个球杆您拿着。可以啊，我自己。好，您继续。看来宵夜可以加餐了。保持优雅是我的原则。哇哦，进球已经成为习惯。今天走才稳路线。掌声。正常发挥罢了。那也能引起他们的崇拜。您继续。台球界对我怎么行呢？您继续。我不需要多余的礼品。九块服务结束了，再来一局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姐妹又到了。对，姐妹又到了。走了吗？对，快快快，快点。走了。不是，等我好啊！哎呀。